高雄市长韩国瑜参访赛马会，和韩市长交换名片的女议员来头可不小，她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四房太太梁安琪。梁安琪本名薛伟玲，移居澳门后改母姓，是澳门立法委员、澳博常务董事、江西省政协常委、澳门舞蹈会长。难以想象，30多年前，她只是广东来的无名舞蹈老师，在这里跳完第一支舞之后，我们的手就没有放下来，就一直等音乐跳。1986年私人舞会的初次共舞，65岁的何鸿燊对26岁的梁安琪一舞倾心。他跟我第一次跳舞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我就认定是你了，我不要再找其他的舞伴了。梁安琪凭着一身舞技虏获何鸿燊的心，更在赌王公司扶摇直上。3年后晋升为何太太，位居第四房，为何鸿燊生了3男2女，旗下正宫和其他姨太被专宠30年。远近驰名的新葡京酒店、澳门赛马会到四大娱乐业务的信德集团，都与何鸿燊的帝国息息相关，被称作是澳门的无冕之王。而他的四房梁安琪追求的也从不是在家当贤妻良母。玩肉，你看他们都在吃。他开创茶餐厅，在香港拥有多家物业，更在保良局和澳门立法院工作，全力触角遍及澳门政商界，身价高达台币约1230亿元，荣登富比是2018年香港富豪第25名。而在2011年的赌王四房争产战中，四姨太梁安琪也抢下澳博11%的股份，把人生当作真正的赌局，或许四姨太才是澳门最强女赌王。三立新闻柯宁总报道。